维摩诘所说经，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，《佛国品第一》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，与大比修众八千人聚，菩萨三万二千，众所知识大智本行皆悉成就，诸佛为神之所建立。 为护法城，受持正法，能狮子吼，名闻十方。众人不请，有而安之。少龙三宝，能使不学，降伏魔怨，治诸外道，悉以清净，永离盖禅。心常安住，无碍解脱。念定总持，辩才不断。不失持戒。 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，逮无所得，不起法忍，以能随顺转不退轮，善解法相，知众生根，盖诸大众得无所谓，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相好延伸，色相第一，舍诸世间所有嗜好，名称高远。 欲于须弥身信坚固，犹若金刚；法宝普照，而欲甘露于众言音微妙第一，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，有无二边，无复于习。言法无畏，犹狮子吼；其所讲说，乃如雷震。无有量，已过量，极众法宝。 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，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行，尽无等等佛自在会，实力无畏，十八不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而生五道以现其身，为大医王，善疗重病，应病与药，令得福行。 无量功德皆成就，无量佛土皆严净，其见闻者无不蒙意，诸有所作亦不唐捐。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，其名曰等观菩萨，不等观菩萨，等不等观菩萨，定自在王菩萨，法自在王菩萨，法相菩萨，光相菩萨。 光颜菩萨、大颜菩萨、宝积菩萨、辩基菩萨、保守菩萨、宝印手菩萨、常举手菩萨、常下手菩萨、常惨菩萨、喜根菩萨、喜王菩萨、辩音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直宝聚菩萨、宝勇菩萨、宝剑菩萨、地网菩萨、明网菩萨。 无缘观菩萨、惠积菩萨、宝胜菩萨、天王菩萨、坏魔菩萨、电德菩萨、自在王菩萨、功德相言菩萨、狮子吼菩萨、雷音菩萨、山相积音菩萨、相象菩萨、白相相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不休息菩萨、妙生菩萨、华严菩萨。 观世音菩萨、德大士菩萨、梵王菩萨、宝障菩萨、无胜菩萨、岩土菩萨、金济菩萨、诸记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、如是等三万二千人，复有万梵天王施气等，从于四天下来意佛所而为听法。 复有万二千天地，亦从于四天下来在会坐，并于大威力诸天、龙神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,罗、紧那罗、摩吼罗伽等悉来会坐。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俱来会坐。彼时佛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 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，安处众宝狮子之座，庇于一切诸来大众。尔时，披耶离城有长者子，名曰宝鸡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一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各以其盖共供养佛。 佛之威神，令诸宝盖合成一盖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而此世界广长之相，悉于中现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诸须弥山、雪山、木真林陀山、摩诃木真林陀山、香山、宝山。 金山、黑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、大海、江河、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、天宫、龙宫、诸尊神宫，皆现于宝盖中。有十方诸佛，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。尔时，一切大众睹佛神力，叹未曾有。合掌礼佛，瞻仰尊严。 目不散舍。长者子宝积，集于佛前以偈颂曰：“目镜修广如青莲，心静以度诸禅定，九基净业称无量，祷众以偈故其首。既见大圣以神变，普现十方无量土。” 其中诸佛演说法，于是一切悉见闻。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财施一切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以于诸法得自在，是故其手，此法王。说法不有，亦不无，以因缘故诸法生。 无我无造无受者，善恶之业亦不亡。始在佛树立降魔，得甘露灭绝道成。已无心意无受行，儿媳摧伏诸外道。三转法轮于大千，七轮本来常清净。天人得道此为正，三宝于世现世间。 以思妙法济群生，以寿不退常寂然。度老病死大医王，当礼法海德无边。毁誉不动如须弥，于善不善等以慈。心行平等如虚空，熟闻人宝不敬常。 今奉世尊此威盖，余中现我三千界。诸天龙神所居宫，前踏婆等及夜叉，悉见世间诸所有，实力哀现是化变。众睹稀有皆叹佛，今我起手三界尊，大圣法王众所归，静心观佛迷不心。 各见世尊在其前，思则神力不共法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皆为世尊同其语，思则神力不共法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个个随所解。普得受行获其利，思则神力不共法。 佛以一音演说法，或有恐畏，或欢喜，或生厌离，或断疑。死则神力不共法，其手实力大精进，其手以得无所谓，其手助于不共法，其手一切大导师，其手能断诸劫缚，其手以到于彼岸。 其手能度诸世间，其手永离生死道。悉知众生来去相，善于诸法得解脱。不着世间如莲花，常善入于空寂行。达诸法相无挂碍，其手如空无所依。尔时长者子宝积说此偈白佛言。 世尊，是五百长者子，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愿闻得佛国土清净。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佛言：善哉，宝积，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。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 于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。佛言：“宝积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，所以者何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，随所调服众生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。” 而取佛土，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饶义诸众生故。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，随意无碍；若于虚空，终不能成。菩萨如是，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国。愿取佛国者，非于空也。宝积当知。 直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；身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；大成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大成众生来生其国；布施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。 持戒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，满愿众生来生其国；忍辱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；精进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；禅定是菩萨净土。 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；智慧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；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；四摄法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。 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。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。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。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。 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三恶八难，自守戒行，不讥比阙，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犯禁之名。十善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命不中妖大富犯行，所言成地，常以软语，眷属不离，善合斗颂，言必饶义不疾不讳。 正见众生来生其国，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，则能发行；随其发行，则得身心；随其身心，则一条福；随一条福，则如说行；随如说行，则能回向；随其回向，则有方便。 随其方便，则成就众生；随成就众生，则佛土净；随佛土净，则说法净；随说法净，则智慧净；随智慧净，则其心净；随其心净，则一切功德净。是故宝积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；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 尔时舍利弗成佛威神作是念：若菩萨心净，则佛土净者。我世尊本为菩萨时，亦岂不净？而是佛土不净若此。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“于意云何？日月岂不净也？而盲者不见。对约”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是盲者过，非日月旧。 舍利弗，众生罪故，不见如来国土严净，非如来就舍利弗，我此土径而汝不见。尔时罗辑罗王欲舍利弗，勿作是念，为此佛土以为不净。所以者何？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，譬如自在天宫。舍利弗言。 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惠恶充满。罗辑范王言：“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见此土为不敬耳。”舍利弗，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，身心清净，依佛智慧，则能见此佛土清净。 于是佛以足止暗地，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，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，一切大众叹未曾有，而皆自见作宝莲花。佛告舍利弗：如且观世佛土严净。舍利弗言：唯然世尊，本所不见。 本所不闻，今佛国土严净悉现。佛欲设立弗，我佛国土常净若此，未欲度斯下列人故，世事众恶不净土耳。譬如诸天共保其食，随其福德，色有异。如是设立弗，若人心净，便见此土功德庄严。 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，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，皆得无生法忍；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佛设神足，于世世界还复如故。求生闻成，三万二千诸天吉人，知有违法，皆悉无常；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 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，方便品第二。尔时，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为摩诘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无生忍，辩才无碍，游戏神通，逮诸总持，或无所谓降魔劳怨。 入身法门，善于制度，通达方便，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去，又能分别诸根利钝，久于佛道，心已纯疏，决定大成。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，诸佛威仪，心大如海，诸佛资阶，弟子示范，世主所敬。 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居皮耶离，资财无量，设诸贫民；奉戒清净，设诸毁禁；以忍调行，设诸恚怒；以大精进，设诸懈怠；一心禅寂，设诸乱意；以决定慧，设诸无智。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。 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；事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。虽服宝饰，而以向好延伸，虽富饮食，而以禅乐为味。若至博弈细处，辄以度人；受诸义道，不毁正信；虽明试典，常乐佛法。 一切见净为供养中罪，支持正法设诸长幼，一切智生邪偶，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。由诸四趣饶益众生，入智正法救护一切，入讲论处导以大成。入诸学堂又开同盟，入诸言舍示欲之过，入诸酒肆。 能立其志，若在长者长者中尊，未说圣法；若在居士居士中尊，断其贪着；若在刹利刹利中尊，教以忍辱；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，除其我慢；若在大臣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；若在王子王子中尊，是以忠孝。 若在内观，内观中尊化正宫女；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令兴福利；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会以盛会；若在地势，地势中尊视线无常；若在护士，护士中尊护诸众生。长者为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。 饶益众生，以方便现身有疾，以其疾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、及诸王子，并于官署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其王者为摩诘，因以身疾广为说法。诸人者。 世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唯苦唯恼，重病所及。诸人者，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护。世身如锯末，不可搓磨；世身如泡，不可久立；世身如燕，从可爱生；世身如芭蕉，终无有坚。 视神如幻，从颠倒起；视神如梦，为虚妄见；视神如影，从夜缘现；视神如霞，属诸因缘；视神如浮云，须臾变灭；视神如电，念念不住；视神无主，为如地；视神无我，为如火；视神无寿，为如风。 世身无人，唯如水；世身不识四大为家，世身为空，离我我所。世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；世身无作，风力所转。世身不敬，秽恶充满；世身为虚伪，虽嫁以早遇衣食，必归磨灭。世身为灾，百衣病恼。 世身如秋景，为老所逼；世身无定，为要当死。世身如毒蛇，如怨贼，如空聚，因借诸入所共合成。诸人者，此可幻验当乐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即法身也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。 从界定会解脱，解脱知见生；从慈悲喜舍生；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；从方便生；从六通生；从三明生；从三十七道品生。 从指观生，从实力似无所谓；十八不共法生，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；从真实生，从不放逸生；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。诸人者，欲得佛身，断一切众生病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 如是长者为摩诘慰问诸病者，如应说法，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弟子品第三。尔时长者为摩诘自念：寝疾于床，世尊大慈，宁不垂悯？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舍利弗白佛言： 世尊，我不堪任一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，为设立福，不必视作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是为宴坐；不其灭定而现诸威仪，是为宴坐。 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，是为厌作，心不住内，意不在外，是为厌作。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，是为厌作。不断烦恼而入涅盘，是为厌作。若能如是作者，佛所应可。使我世尊闻说是语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报。 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大目犍连：“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”目连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。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入毗耶离大城，于礼相中为诸居士说法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，为大目连。” 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仁者所说。夫说法者，当如法说。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；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；法无有人，前后既断故；法常既然，灭诸相故；法离于相，无所缘故；法无名字，言语断故。 法无有说，离觉观故；法无形象，如虚空故；法无戏论，毕竟空故；法无我所，离我所故；法无分别，离诸实故；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；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诸法故；法随于如，无所随故。 法住实际，诸边不动故，法无动摇；不依六尘故，法无去来；常不住故，法顺空随无相，应无作；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，法无生灭，法无所归；法过眼耳鼻舌身心，法无高下，法常住不动，法离一切观行，为大木莲。 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夫说法者，无说无是；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德。譬如幻世为幻人说法，当见事意而未说法；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，善于知见，无所挂碍，以大悲心赞于大成，念报佛恩，不断三宝，然后说法。 维摩诘说《是法》时，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无此便，事故不认，一比问疾。佛告大迦叶：汝行意，维摩诘问疾。迦叶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一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于贫里而行起。 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，为大家业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舍富豪从贫起家业，著平等法应次行乞食，为不食故应行乞食，为坏和合相故应取穿食，为不受故应受彼食，以空具相入于聚落，所见色与盲等。 所闻生于祥等，所嗅香与风等，所食味不分别，受诸处如至正，知诸法如幻象，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本自不然，今则无灭。迦叶，若能不舍八邪，入八解脱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时失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。 然后可食。如是食者，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，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，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其有失者，无大福，无小福，不为义，不为损，是为正入佛道，不以声闻。假业，若如是时，谓不空食人之失也。 使我世尊闻说是语，得未曾有。即于一切菩萨身起敬心，复作是念：斯有家名辩才，智慧乃能如是。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从事来，不复劝人以声闻辟之佛行。是故不认一笔问及。佛告须菩提。 汝行意为摩诘问疾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彼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入其舍，从乞食，使为摩诘取我钵，盛满饭，为我言：‘为须菩提，若能于时等者，诸法亦等；诸法等者，于时亦等。如是行其，乃可取食。’” 若须不提，不断淫怒痴，亦不与惧，不坏于身而随一相，不灭痴爱，起于解脱，以无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复，不见四地，非不见地，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，非凡夫，非离凡夫法，非圣人，非不圣人，虽成就一切法。 而离诸法相，乃可取实。若须菩提不见佛不，不闻法，比外道六师：富兰那迦叶、莫迦离居舍离子、山都叶毗罗之子、阿奇多翅舍亲婆罗、迦罗鸠陀、迦瞻延、尼见陀若提子等，是汝之师。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。 乃可取食。若须菩提入诸邪见，不到彼岸，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，同于烦恼，离清净法。汝得无正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不明福田，供养汝者堕三恶道。唯与众魔共一手，坐诸牢旅，汝与众魔集诸尘劳。 等无有异，于一切众生而有愿心，谤诸佛，毁于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使我世尊闻此茫然，不识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智波欲出其舍，为摩诘言：为须菩提，取波物具，于以云何？ 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世事节宁有惧否？我言否也。维摩诘言：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如今不应有所惧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事相，至于智者不着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。解脱相者。 则诸法也。为摩诘说《是法》时，二百天子得法眼净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：“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”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” 意念我昔于大林中，在一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。时维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富楼那，先当入定观此人心，然后说法。物以会时至于宝器，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。物以琉璃同比水晶。如不能知众生根源，悟得发起以小乘法，彼自无窗。” 勿伤之也。欲行大道，莫视小径。勿以大海内于牛际，勿以日光等比萤火。富楼那，此比丘久发大乘心，终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？我观小乘智慧微浅，犹如盲人，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。 使维摩诘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食宿命。曾于五百佛所执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及时豁然还得本心。于是诸比丘起手礼维摩诘足，使维摩诘因未说法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。我念声闻不观人根。 不应说法，是故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摩诃迦旃言，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”迦旃言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。所以者何？意念希者，我为诸比丘略说法要。我及于后敷衍其意，为无常意、苦意、空意。” 无我意，寂灭意。时，维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加瞻言，勿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。加瞻言：诸法毕竟不生不灭，是无常意；五受因通达空无所起，是苦意；诸法究竟无所有，是空意；于我无我而不二，是无我意。” 法本不然，今则无灭，是寂灭意。说是法时，比诸比丘心得解脱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阿那律：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阿那律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。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于一处经行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。 与万饭俱放净光明，来诣我所，起手作礼，问我言：“几何？”阿那律天眼所见，我即答言：“仁者，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安摩乐国。”时维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阿那律天眼所见，为作相也？无作相也。” 假使作相，则与外道五通等；若无作相，即是无为，不应有见。世尊，我时默然，彼诸梵闻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为作礼而问曰：“是孰有真天眼者？”维摩诘言：“有佛世尊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见诸佛国，不以二相。” 于是，严禁范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理维摩诘足矣。忽然不现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优波离：“汝行意维摩诘问疾。”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” 意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来问我言：“为忧波离，我等犯律，诚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愿解疑悔，得免思救。”我即为其如法解说，使维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忧波离，勿重增此二比丘罪，当直除灭，勿扰其心。” 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如佛所说：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。心意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诸法亦然，不出于如。如幽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，宁有垢否？我言。 否也。维摩诘言：“一切众生心向无垢，亦复如是。唯幽不离。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；颠倒是垢，无颠倒是净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幽不离。一切法生灭不住，如幻如电；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；诸法皆妄见。” 如梦如燕，如水中月，如镜中像，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于是二比丘言：“上至哉！是忧不离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说。”我答言。 自舍如来，未有声闻及菩萨能治其乐说之辩，其智慧明达唯若此也。十二比丘以毁即除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愿言：令一切众生皆得事变。故我不认一比问及。佛告罗喉罗：汝行意为摩诘问及。罗喉罗白佛言。 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昔时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，起手作礼，问我言：“唯罗侯罗，汝佛之子，舍转轮王位，出家为道，其出家者有何等力？”我即如法未说出家功德之力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。 为罗侯罗，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力。所以者何？无利无功德，是为出家。有违法者，可说有利有功德。夫出家者，为无违法。无违法中，无利无功德。罗侯罗，出家者无彼无此，亦无中间，离六十二见，处于涅盘。 智者所受，圣所行处，降伏众魔，度五道，净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，不恼于彼，离众杂恶，摧诸外道，超越假名，出淤泥无细着，无我所，无所受，无扰乱，内怀喜，护彼意，随禅定，离众过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 于是，维摩诘欲诸长者子，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。所以者何？佛事难持。诸长者子言：“居士，我闻佛言，父母不听，不得出家。”维摩诘言：“然，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” 尔时，三十二长者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阿难：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。所以者何？意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我即吃钵。 一大婆罗门家门下立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阿难，何为晨朝持薄助此？”我言：“居士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故来至此。”为摩诘言：“直指阿难，莫作是语。如来身者金刚之体，诸恶已断，众善普惠，当有何疾？当有何恼？” 莫往阿难，勿谤如来。莫使一人闻此粗言，勿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。阿难，转轮圣王以少福故，尚得无病，岂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？行矣，阿难，勿使我等受斯耻也。外道泛至，若闻此语，当作是念。 何名为师？自己不能救，而能救诸吉人，可密速去，勿使人闻。当知阿难，诸如来身即是法身，非私欲身。佛为世尊，过于三界，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；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树。如此之身，当有何极？ 使我世尊实怀惭愧，得无尽佛而谬听也。即闻空中声曰：“阿难，如居士言，但为佛出五浊恶世，现行司法，度脱众生，行以阿难取辱勿惭。世尊，维摩诘智慧辩才，唯若此也。是故不任一彼问疾。” 如是五百大弟子，个个向佛说其本源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不认一笔问疾。菩萨品第四。于是佛告弥勒菩萨：“汝行意维摩诘问疾。”弥勒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兮。” 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，使为摩诘来为我言。弥勒世尊受仁者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唯用何生得受记乎？过去也，未来也，现在也。若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灭；若未来生，未来生未至。 若现在生，现在生无助，如佛所说。比丘，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。若以无生得受记者，无生即是正位。于正位中，亦无受记，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未从如生得受记耶？ 未从如灭得受记也。若以如生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生；若以如灭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灭。一切众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，至于弥勒亦如也。若弥勒得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亦应受记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。 不二不异。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若弥勒得灭度者，一切众生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，即灭盘相，不复更灭。 是故弥勒，勿以此法诱诸天子。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无退者。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。所以者何？菩提者不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寂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；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。 不行是菩提，无意念故；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；离是菩提，离诸妄想故；障是菩提，障诸怨故；不入是菩提，无贪着故；顺是菩提，顺于如故；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；智是菩提，智实际故。 不二是菩提，离异法故；等是菩提，等虚空故；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故；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；不会是菩提，诸入不会故；不和是菩提，离烦恼习故；无处是菩提，无形色故；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。 如画是菩提，无取舍故；无乱是菩提，常自净故；善计是菩提，性清净故；无取是菩提，离攀缘故；无意是菩提，诸法等故；无比是菩提，无可喻故；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。世尊。 维摩诘说事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光严童子：“汝行意维摩诘问疾。”光严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出皮耶离大城，时维摩诘方入城，我即为坐礼而问言。” 居士从何所来？答我言：吾从道场来。我问：道场者何所事？答曰：直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；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；身心是道场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谬故；布施是道场，不忘报故；持戒是道场。 得愿具故，忍辱是道场；于诸众生心无爱故，精进是道场；不懈退故，禅定是道场；心调柔故，智慧是道场；现见诸法故，慈是道场；等众生故，悲是道场；忍疲苦故，喜是道场；悦乐法故，舍是道场。 增爱断故，神通是道场，成就六通故；解脱是道场，能悲舍故；方便是道场，教化众生故；四摄是道场，舍众生故；多闻是道场，如闻行故；福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；三十七品是道场，舍有为法故。 四谛是道场，不匡世间故；缘起是道场，无名乃至老死皆无尽故；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；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；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；降魔是道场，不轻动故；三界是道场，无所去故。 狮子吼是道场，无所畏故；利无畏不共法是道场，无诸过故；三明是道场，无于爱故；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如是善男子，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有所作。 举足下足，当知皆从道场来，著于佛法矣。说是法时，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佛告持世菩萨：“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”持世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” 意念我昔住于净室，时魔波旬从万二千天女，状如地室，鼓乐弦歌，来意我所，与其眷属，齐守我足，合掌恭敬，于一面立。我亦为是地室而遇之言，善来教施家，虽服应有，不当自自。 当观五欲无常，以求善本于身命财，而修兼法。即欲我言，正是受是万二千天女可被扫洒。我言教师家勿以此非法之物邀我沙门士子，此非我宜。所言未弃，实为摩诘来为我言，非地是也。 是为魔来饶故如耳，即欲魔言，是诸女等可以与我如我应受。魔即经句念为魔劫，将无恼我。欲隐形去而不能隐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。即闻空中声曰：“波旬以女与之，乃可得去。摩”魔以未故俯仰而语。 尔时，维摩诘欲诸女言：“摩以汝等与我，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即随所应而为说法，令发道义。复言：汝等已发道义，有法乐可以自娱，不应复乐五欲乐也。”天女即问：“何谓法乐？”答言：“乐常信佛。” 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离五欲，乐观五音如怨贼，乐观四大如毒蛇，乐观内入如空聚，乐随护道义，乐饶益众生，乐敬养师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乐勤积善根，乐禅定不乱，乐离垢名慧。 乐广菩提心，乐降伏众魔，乐断诸烦恼，乐净佛国土，乐成就相好故，修诸功德，乐庄严道场，乐闻身法不畏，乐三托门不乐非时，乐近同学，乐于非同学中，心无秽爱，乐将护恶之时，乐亲近善之时。 乐欣喜清净，乐修无量道品之法，是为菩萨法乐。于是波旬告诸女言：“我欲与汝俱还天宫。”诸女言：“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，我等甚乐，不复乐吾欲乐也。”摩言：“居士可舍此女。” 一切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维摩诘言：“我以舍已，汝便将去，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”于是诸女问维摩诘：“我等云何止于魔宫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诸子有法门名无尽灯，汝等当学。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。” 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。如是诸子，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义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，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。 汝等虽住魔宫，已是无尽灯，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亦大饶益一切众生。尔时天女头面立维摩诘足，随魔还宫，忽然不现。世尊，维摩诘有如是自在神力、智慧辩才，故我不认。 一笔问疾，佛告长者子善德：“汝行意为摩诘问疾。”善德向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所以者何？意念我昔自于复舍设大师会，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，贫穷下贱，孤独乞人。” 期满七日时为，时维摩诘来入会中，谓我言：“长者子，夫大事会不当如汝所设，当为法师之会，何用是财师会为？”我言：“居士，何谓法师之会？法师会者，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是名法师之会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 为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以设智慧行于舍心，以设千贪起檀波罗蜜，以化犯戒起施罗波罗蜜，以无我法起颤提波罗蜜，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。 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，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，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示现受生而起无作，护持正法起方便力，以度众生起四摄法，以净世一切起除慢法，于身命财起三间法。 于六念中起思念法，于六合境起智之心，正行善法起于静命，心境欢喜起尽贤圣，不增恶人起调伏心，以出家法起于身心，以如说行起于多闻，以无正法起空闲处，去向佛会起于宴坐。 解众生父，其修行地，以具相好，即净佛土，其福德业；知一切众生心念，如应说法，起于智业；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向门，起于慧业；断一切烦恼、一切障碍、一切不善法，起一切善业。 以得一切智慧，一切善法，起于一切诸佛道法。如是善男子，是为法师之慧。若菩萨注视法师慧者，为大师主，亦为一切世间福田。世尊，维摩诘说事法时，婆罗门众中二百人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 我时心得清净，叹未曾有。其手里维摩羯足即解璎珞，价值百千而以上之，不肯取。我言：居士愿必纳受，随意所与。维摩诘乃受璎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诗子会中以醉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南胜如来。 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难胜如来，又见诸英在彼佛上变成四柱宝台，四面严饰，不相障毙时维摩诘现神变已，又作誓言：若施主等心师以罪下乞人，犹如如来福田之相，无所分别，等于大悲不求果报，是则名曰具足法师。 城中一醉下乞人见势神力，闻其所说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认一笔问疾。如是诸菩萨，个个向佛说其本源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不认一笔问疾。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。尔时佛告文殊师利。 汝行意为摩诘问及，文书失利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彼上人者难为仇对，深达实相，善说法要，辩才无智智慧无碍，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，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，其会方便，皆以得度。虽然当成佛圣旨。 一笔问及。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、示范四天王等闲作试念：今二大事文书师利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。即使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百千天人，皆欲随从。 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，入毗耶离大城。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：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，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逝者，为至一床以疾而卧。 文殊师利即入其舍，见其室空，无诸所有，独起一床。时维摩诘言：“善来，文殊师利！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”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居士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。” 所可见者更不可见，且至世事，居士事及宁可人否？了至有损，不至增乎？世尊殷勤质问无量居士：事及何所因起？七生九如当云何灭？维摩诘言：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 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。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妻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。 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欲菩萨亦欲。又言是疾何所因起？菩萨疾者以大悲起。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”又问：“以何为空？”答曰：“以空空。”又问。 空何用空？答曰：以无分别空故空。又问：空可分别也？答曰：分别亦空。又问：空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又问：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又问。 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答曰：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又人所问何无事者？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事也。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；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 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所及为何等相？”为摩诘言：“我病无形，不可见。”又问：“此病生何也？心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非生何身相离故，亦非心何心如幻故。”又问：“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于此四大何大之病？” 答曰：“是病非地大，亦不离地大；水火风大，亦复如是。而众生病从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”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应云何未遇有吉菩萨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；说身有苦。” 不说乐于涅盘，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，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寂灭，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，以己之极敏于彼极，当时宿世无数劫苦，当念饶益一切众生，意所修福念于静命，物生扰恼常起精进。 当作医王疗治重病，菩萨应如是未遇，有吉菩萨令其欢喜。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，有吉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”维摩诘言：“有吉菩萨当作是念：今我此病，皆从前世妄想颠倒，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。谁受病者？” 所以者何？四大何故假名为身？四大无主，身亦无我。有此病起，皆由着我。是故于我不应生着。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，即众生想。当起法想，应作是念：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。 有此法者，各不相知。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彼有吉菩萨为灭法想，当作是念：此法想者，亦是颠倒，颠倒者即是大患。我应离之。云何为离？离我我所。云何离我我所？未离二法。云何离二法？ 为不念内外诸法，行于平等，云何平等？为我等涅盘等，所以者何？我即涅盘，此二皆空。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无决定性，得是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。 是有吉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畏惧佛法，亦不灭受而取正也。设身有苦，令恶趣众生起大悲心。我既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但除其病而不除法，未断病本而教导之。何谓病本？未有攀缘。 从有攀缘，则为病本。何所攀缘？谓之三界。云何断攀缘？以无所得。若无所得，则无攀缘。何谓无所得？为离二见。何谓二见？为内见、外见，是无所得。文殊师利，是为有吉菩萨调伏其心，未断老病死苦。 是菩萨菩提。若不如是，以所修治为无慧力。譬如圣愿，乃可为勇。如是间除老病死者，菩萨之谓也。彼有吉菩萨，复应作是念：如我此病，非真非有；众生病，亦非真非有。作是观时，于诸众生，若起爱见，大悲。 即应舍离，所以者何？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，爱见悲者，则于生死有皮厌心。若能离此，无有皮厌，在在所生，不为爱见之所缚也。所生无负当为众生说法解负如佛所说，若自有负能解彼负无有是处。 若自无缚，能解彼缚，斯有是处。是故菩萨不应起复。何谓复？何谓解？贪着禅位是菩萨复。以方便生是菩萨解。又无方便会复，有方便会解；无会方便复，有会方便解。何谓无方便会复？ 为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，是名无方便会复。何谓有方便会解？为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，是名有方便会解。 何谓无慧方便富？为菩萨助贪欲、嗔慧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，是名无慧方便富。何谓有慧方便解？为离诸贪欲、嗔慧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有慧方便解。 文殊师利，彼有吉菩萨应如是观诸法。又复观身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是名为慧。虽身有疾，常在生死，饶益一切而不厌倦，是名方便。又复观身，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是病是身，非心非故，是名为慧。 设身有极而不永灭，是名方便。文殊师利，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，不住其中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调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调伏心，是生文法。 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，离此二法是菩萨行，在于生死不畏污行，住于涅盘不永灭度是菩萨行，非凡夫行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，非垢行，非净行是菩萨行，虽过魔行而现降服众魔是菩萨行。 求一切智，无非实求，是菩萨行；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萨行；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，是菩萨行；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，是菩萨行；虽乐远离而不以身心尽，是菩萨行；虽行三界而不会法性。 是菩萨行，虽行于空而执众德本；是菩萨行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；是菩萨行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；是菩萨行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；是菩萨行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术法；是菩萨行。 虽行六通而不尽漏，是菩萨行；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梵世，是菩萨行；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，是菩萨行；虽行四念处不毕竟永离身受心法，是菩萨行。 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，是菩萨行；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萨行；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，是菩萨行；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，是菩萨行；虽行七绝分而分别佛之智慧，是菩萨行。 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，是菩萨行；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，是菩萨行；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向好庄严其身，是菩萨行；虽现生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舍佛法，是菩萨行。 虽随诸法究竟净相，而随所应未现其身，是菩萨行；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，而现种种清净佛土，是菩萨行；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，而不舍于菩萨之道，是菩萨行。 说是与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，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不思议品第六。尔时舍利弗见此事中无有床作作是念：四诸菩萨大弟子众，当于合作。长者维摩诘知其意。 欲设立福言，云何人者为法来也？求床坐也。设立福言，我为法来，非为床坐。维摩诘言：为设立福。夫求法者不贪趋命，何况床坐？夫求法者，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，非有介入之求，非有欲色无色之求。 为舍利弗，夫求法者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，无断集求，无造进正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细论。若言我当见苦、断集、正灭、修道，是则细论，非求法也。为舍利弗。 法名寂灭，若行生灭，是求生灭，非求法也；法名无染，若染于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则染浊，非求法也；法无形处，若行于法，是则行处，非求法也；法无取舍，若取舍法，是则取舍，非求法也；法无处所。 若着处所，是则着处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相，若随相识，是则求相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著，若著于法，是则著法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见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为，若行有为，是求有为。 非求法也，是故设立弗，若求法者，于一切法应无所求。说是与时，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尔时长者为摩诘问文殊师利：仁者，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。 何等佛徒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作？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，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，有世界名须弥相，其佛号须弥灯王，今现在。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其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，言饰第一。” 于是，长者为摩诘现神通力，即使彼佛遣三万二千狮子座高广严境来入为摩诘室，诸菩萨大弟子、示范四天王等悉所未见。其是广博，悉皆包容。三万二千狮子之座无所妨碍。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破则。 昔见如故，尔时维摩诘欲文殊师利，就狮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，当自立身如彼坐相。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行为四万二千由旬，作狮子座。诸新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。尔时维摩诘欲设立福，就狮子座。 舍利弗言：“居士，此座高广，无不能生。”为摩诘言：“为舍利弗，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，乃可得坐。”于是新发意菩萨及大弟子，即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，便得坐狮子座。舍利弗言：“居士，未曾有也。” 如是小事，乃受容此高广之作，于披耶离城无所妨碍。又于阎浮提聚落成邑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，亦不破则。微末诘言：“为舍利弗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，不可思议。若菩萨住世解脱者，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，无所增减。” 须弥山王本相如故，而四天王刀立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，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饶于盈圆陀水性之属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诸龙鬼神阿修罗等。 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于此众生亦无所饶。又设立福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断去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着右掌中，至过恒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又复还至本处，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 又设立福，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萨即言七日以为一劫，令彼众生为之一劫；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，令彼众生为之七日。又设立福，助不可思议解脱菩萨。 以一切佛土言事之事，即在一国事于众生。又菩萨以一切佛土众生置之右掌，飞到十方，便视一切而不动本处。又设立佛，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，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。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，于一毛孔。 普使见之，又舍利弗，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悉着口中，而身无损；外诸树木亦不摧折。又十方世界竭尽烧时，以一切火内于腹中，火势如故而不为害。 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取一佛土，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，如持针锋举一早夜，而无所饶。又设立福，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能以神通现作佛身，或现辟支佛身，或现声闻身。 或现帝士身，或现梵王身，或现世主身，或现转轮圣王身，有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上中下音皆能辨之，令作佛生，演出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之音，即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，皆于其中普令得闻。舍利弗。 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，若广说者，穷竭不尽。是时，大家业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叹未曾有，为设立弗，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相，非彼所见；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不能解了。 未若此也。智者闻是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等何为永绝其根？于此大成，已如败种。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皆应豪气生震三千大千世界。一切菩萨应大心庆顶受此法。 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，一切魔众无如之何。大迦叶说此语时，三万二千天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为摩诘遇大迦叶，忍者，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。 以方便立故，教化众生，现作魔王。又加业，十方无量菩萨，或有人从其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成邑，妻子奴婢象马车城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珂贝衣服饮食。 如此奇者，多是助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视之，令其坚固。所以者何？助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，视诸众生如是难事。凡夫下列，无有力士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萨。譬如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 是名著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。观众生品第七。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云何观于众生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譬如幻师见所幻人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如智者见水中月。” 如镜中见其面相，如热石焰，如呼声响，如空中云，如水聚没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尖，如电九柱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音，如第七情，如十三入，如十九界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，如无色界色。 如焦骨牙，如须陀环身见，如阿那含入胎，如阿罗汉三毒，如得忍菩萨贪恚毁尽，如佛烦恼习，如盲者见色，如入灭尽定出入息，如空中鸟迹，如实女儿，如化人烦恼，如梦所见以物。 如灭度者受身，如无烟之火。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文殊师利言：若菩萨作是观者，云何行慈？为摩诘言：菩萨作是观已，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，是即真实慈也。行寂灭慈，无所生故。 行不热词无烦恼故，行等之词等三世故，行无正词无所起故，行不二词内外不合故，行不坏词毕竟尽故，行坚固词心无悔故，行清净词诸法性尽故，行无边词如虚空故。 行阿罗汉词，破劫贼故，行菩萨慈安众生故，行如来慈得如相故，行佛之慈觉众生故，行自然慈无因得故，行菩提慈等一味故，行无等慈断诸爱故。 行大悲慈，导以大成故；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我故；行法师慈，无疑惜故；行持戒慈，化毁禁故；行忍辱慈，护彼我故；行精进慈，呵护众生故。 行禅定慈不受畏故，行智慧慈无不知识故，行方便慈一切事现故，行无隐慈直心清净故，行身心慈无杂行故，行无匡慈不虚假故，行安乐慈令得佛乐故。 菩萨之慈，唯若此也。文殊师利又问：“何谓为悲？”答曰：“菩萨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之。”何谓为喜？答曰：“有所饶益，欢喜无悔。”何谓为舍？答曰：“所作福佑，无所希望。” 文殊师利又问：“生死有位，菩萨当何所依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于生死位中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”文殊师利又问：“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助？”答曰：“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者，当助度脱一切众生。”又问。 欲度众生，当何所除？答曰：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又问：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答曰：当行正念。又问：云何行于正念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。又问：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 答曰：“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”又问：“善不善，孰为本？”答曰：“身为本。”又问：“身孰为本？”答曰：“欲贪为本。”又问：“欲贪孰为本？”答曰：“虚妄分别为本。”又问：“虚妄分别孰为本？” 答曰：“颠倒想为本。”又问：“颠倒想孰为本？”答曰：“无助为本。”又问：“无助孰为本？”答曰：“无助则无本。文书”文殊师利从无助本立一切法。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，见诸天人闻所说法。 变现其身，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，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，至大弟子变着不堕，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。尔时天问舍利弗：“何故去花？”答曰：“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”天曰。 勿为此花为不如法，所以者何？是花无所分别，人者自生分别想耳。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，为不如法；若无所分别，是则如法。观诸菩萨花不着者，以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譬如人未食，非人得其变 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。以离位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。结习未尽，花着生耳；结习尽者，花不着也。舍利弗言：“天知此事，其已久如？”答曰：“我知此事，如其年解脱。”舍利弗言。 执此九爷，天曰：“其年解脱亦何如久？舍利弗默然不答。天曰：“如何其就大智而默？”答曰：“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无于事，不知所云。”天曰：“言说文字皆解脱相，所以者何？解脱者不内不外。” 不在两间，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是故设立弗，勿离文字说解脱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设立弗言，不复以离言怒痴为解脱乎？天曰：佛为增上万人说离言怒痴为解脱耳。若无增上万者， 佛说言怒痴性即是解脱。舍利弗言：善哉善哉，天女，汝何所得？以何为证？便乃如是。天曰：我无德无证，故便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德有证者，则于佛法为增上慢。舍利弗问天：汝于三成为何至求？ 天曰：“以声闻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声闻；以因缘法化众生故，我为辟之佛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大成。”舍利弗，如人入占卜林，为秀占卜，不秀于香。 如是，若入此世，但闻佛功德之香，不乐闻声闻辟之佛功德香也。舍利弗，其由释梵四天王、诸天龙鬼神等入此世者，闻思上人讲说正法，皆乐佛功德之乡，发心而出。舍利弗，吾止此事十有二年，初不闻说声闻辟之佛法。 但闻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可思议诸佛之法，舍利弗，此事常现八位，曾有难得之法。何等为八？此事常以金色光照，昼夜无异，不以日月所照为明，是为一位曾有难得之法。此事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，是为二位曾有。 难得之法，此事常由示范四天王、他方菩萨来会不绝，是为三位曾有难得之法。此事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，是为四位曾有难得之法。此事常作天人第一之乐，闲出无量法化之声，是为五位曾有难得之法。 此事由四大藏众宝积满，周穷济乏，求得无尽，是为六位曾有难得之法。此事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处佛，宝德宝宴宝月宝言、南胜师子想，一切历程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，是上人念时，即位皆来广说诸佛密要法藏。 说以还去，是为七位曾有难得之法。此事一切诸天、阎世宫殿、诸佛净土，皆于中现，是为八位曾有难得之法。舍利弗，此事常现，八位曾有难得之法。谁有见思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？舍利弗言。 汝何以不转女身？天曰：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譬如幻师化作幻女，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，世人为正问否？舍利弗言：否也。幻无定相，当何所转？天曰：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 无有定向云何乃问不转女身？即时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，令如天女。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：“何以不转女身？”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：“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。”天曰：“舍利弗。” 若能转此女身，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。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复如是。虽现女身而非女也。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。即时天女还设神力，舍利弗身还复如故。天问舍利弗：女身色相今何所在？ 舍利弗言：“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。”天曰：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在无不在。夫无在无不在者，佛所说也。”舍利弗问天：“汝于此末当生何所？”天曰：“佛化所生，无如彼生。”曰：“佛化所生，非末生也。” 天曰：“众生犹然无莫生也。”舍利弗问天：“如九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天曰：“如舍利弗还为凡夫，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舍利弗言：“我作凡夫，无有是处。”天曰：“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无是处。” 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舍利弗言：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德当得，如恒河沙，皆为何乎？天曰：皆以世俗文字述故，说有三世，非为菩提有去来今。天曰：舍利弗，汝得阿罗汉道也。 曰：无所得故而得。天曰：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无所得故而得。尔时，维摩诘欲设立福，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，已能游戏菩萨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，以本愿故，随意能现教化众生。 佛道品第八。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云何通达佛道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若菩萨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”又问：“云何菩萨行于非道？”答曰：“若菩萨行无无见而无脑慧，至于地狱无诸罪垢。” 至于畜生，无有无名娇慢等过；至于恶鬼，而具足功德，行色无色界道，不以为胜。是行贪欲，离诸染浊；是行嗔恚，于诸众生无有慧爱；是行愚痴，而以智慧调伏其心；是行千贪，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生命。 世行毁尽而安住境界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；世行称慧而常慈忍；世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；世行乱意而常念定；世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会。世行禅委而善方便随诸精义。 世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；世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；事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；世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；世入辟之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；世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。 世入形残而具诸相好，以似庄严；世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，具诸功德；世入雷烈丑陋而得那罗延身，一切众生之所乐见；世入老病而永断病根，超越死位；世有资生而恒观无常，时无所贪。 是由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，现于讷顿而成就辩才，总持无失；示入邪迹而以正迹度诸众生，现辩入诸道而断其因缘，现于涅盘而不断生死。文殊师利，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 于是，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“何等为如来种？”文殊师利言：“有身为种，无名有爱为种，贪会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十处为种，八邪法为种，九脑处为种，十不善道为种。”以妖言之。 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，皆为佛种。曰：何谓也？答曰：若见无为入正位者，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，卑湿淤泥乃生此花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，终不复能生于佛法。 烦恼泥中，难有众生起佛法耳。又如执众于空，终不得生。愤壤之地，乃能滋茂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。起于我见如须弥山，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法意。是故当知，一切烦恼为如来种。 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无价宝珠；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则不能得一切至宝。尔时，大家业叹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文书师利，快说此语。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仇，为如来种。我等今者，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” 乃至五无见罪，犹能发意生于佛法；而今我等永不能发。譬如根败之事，其余五欲不能复立。如是生闻诸结断者，于佛法中无所复意，永不志愿。是故闻书是利，凡夫于佛法有反复，而生闻无也。所以者何？ 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，正是生闻，终身闻佛法，力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义。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，问维摩诘言：“居士，父母妻子、亲戚眷属，利民之时，西为是谁？” 奴婢、同仆、相马、车乘，皆何所在？于是维摩诘以记答曰：“智度菩萨母，方便以为父；一切众导师，无不由是生。法喜以为妻，慈悲心为女；善心诚实男，毕竟空寂舍。” 弟子众臣老随意之所转，道品善之时由事成正觉。诸度法等旅，四舍众妓女，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。总持知圆愿无漏法林树，觉意净妙花解脱智慧果。八节之浴池。 定水湛然满，不以清净花欲此无垢人。象马五通池，大乘以为车，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。象聚以言容众好视其姿，惭愧之上福身心为花蔓，复有七财宝教授以资息。 如所说修行，回向为大利；四禅为床座，从于静命生。多闻增智慧，以为自觉因。甘露法之时，解脱谓为姜静心以早欲，借品为徒香。摧灭烦恼贼，永健无能欲。 降伏四种魔，胜翻见道场。虽知无起灭，是彼故有生。悉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。供养于十方，无量亦如来。诸佛及己身，无有分别相。虽知诸佛国，即于众生空。 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诸有众生类，行生极威仪。无为利菩萨，一时能尽现。觉知众魔事，而是随其行，以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。或是老病死，成就诸群生。 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；或现劫尽烧，天地皆动然。众人有常想，照令知无常。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，一时道其社，化令向佛道。经书尽咒术，工巧诸技艺。 尽现行此事，饶益如群生。世间众道法，悉于中出家，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。或作日月天，梵王世界主；或时作地水，或复作风火。劫中有极意，现作诸药草。 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中毒。劫中有饥馑，现身作饮食，先救彼饥渴，却以法育人。劫中有刀兵，为之起慈悲，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正地。若有大战阵，立之以等力。 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何安。一切国土中，诸有地狱处，辄往道于彼，免济其苦恼。一切国土中，畜生相食啖，皆现生于彼，为之作利益。是受于五欲，亦复现行禅。 令魔心溃乱，不能得其便。火中生莲花，是可谓稀有。在欲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。或现作银女，引诸好色者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或为邑中主，或作商人道。 国师及大臣以佑利众生，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，焉以劝导之，令发菩提心。我心骄慢者未现大力士，消伏诸贡高，令住无上道。其有恐惧众居前而未安，先师以无畏，后令。 发道心，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，开导诸群生，令助戒忍慈。见须共事者献做，现为坐同仆。即月可其意，乃发以道心。随彼之所需，得入于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给足之。 如是道无量，所行无有涯，智慧无边际，度脱无数众。假令一切佛于无数亿劫赞叹其功德，犹尚不能尽。谁闻如是法，不发菩提心，除彼不孝人、痴名无智者。 入不二法门品第九。尔时，维摩诘为众菩萨言：“诸忍者，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？各随所乐说之。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，说言：‘诸忍者，生灭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’” 得手菩萨曰：“我我所为二，因有我故，便有我所；若无有我，则无我所，是为不二法门。”不炫菩萨曰：“受不受为二，若法不受，则不可得；以不得故，无取无舍，无作无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得顶菩萨曰： 构净为二，见构实性则无净相，顺于灭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善速菩萨曰：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，通达此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善言菩萨曰：一相无相为二。 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亦不取无相，入于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妙臂菩萨曰：“菩萨心生闻心为二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，无生闻心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福沙菩萨曰：“善不善为二，若不起善不善。” 入无相际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狮子菩萨曰：“罪福为二，若达罪性，则与福无益。以金刚慧绝了此相，无复无结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狮子意菩萨曰：“有漏无漏为二，若得诸法等。” 则不起漏不漏相，不着于相，亦不住无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静解菩萨曰：有为无为为二。若离一切数，则心如虚空，以清净慧无所爱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罗延菩萨曰：世间出世间为二。 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不出，不义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善意菩萨曰：生死涅盘为二，若见生死性，则无生死，无复无结，不燃不灭，如是结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现见菩萨曰。 尽不进为二法，若究竟进若不进皆是无尽相。无尽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进不尽相。如是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普首菩萨曰,曰：“我无我为二，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见我实性者，不复其二是为入。” 不二法门。电天菩萨曰：“名无名为二，无名实性即是名，名义不可取。离一切数，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喜见菩萨曰：“色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。” 如是受想行识，识空为二，识即是空，非识灭空，识性自空。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明相菩萨曰：“四种意空种意为二；四种性，即是空种性。如前际、后际空，故中际亦空。” 若能如是知种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妙义菩萨曰：眼色为二，若知眼性于色不贪不秽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如是耳生鼻香、舌味、深处，一法为二，若知一性于法不贪不秽不痴，是名寂灭。 安住其中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无尽意菩萨曰：“不失回向，一切智为二；不失性，即是回向一切智性。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。于其中入一相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 深慧菩萨曰：“是空是无相，是无作为二。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。若空无相无作，则无心意识。于一解脱门，即是三解脱门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寂根菩萨曰：“佛法众为二，佛即是法。” 法即是众，是三宝皆无为相，与虚空等，一切法异耳。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心无碍菩萨曰：身身灭为二，身即是身灭，所以者何？见身识相者，其不见身即见灭身，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。 于其中不惊不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上善菩萨曰：身口意善为二，是三业皆无作相。身无作相，即口无作相；口无作相，即意无作相。是三业无作相，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会者，是为入。 不二法门。福田菩萨曰：“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；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则无福行、无罪行、无不动行。于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华严菩萨曰：“从我起二为二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。” 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实；无所实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德藏菩萨曰：“有所得相为二，若无所得，则无取舍者；无取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月上菩萨曰：“暗与名为二，无暗无明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” 如入灭受想定，无暗无明，一切法相亦复如是。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宝印手菩萨曰：“乐涅槃，不乐世间为二；若不乐涅槃，不厌世间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富则有解；若本无富其谁求解？” 无复无劫则,则无乐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朱鼎王菩萨曰：“正道邪道为二，住正道者，则不分别是邪是正，离此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乐时菩萨曰：“时不时为二，实见者尚不见时，何况非时，所以者何？” 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。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如是诸菩萨各个说已，问文殊实利：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文殊实利曰：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实离诸问答，是为入。 不二法门。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“我等各自说矣，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使维摩诘默然无言。文殊师利叹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”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。 于此众中，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，得无生法忍。相击佛品第十。于是舍利弗心念：日时欲至，此诸菩萨当于何时？时维摩诘知其意而欲言，佛说八解脱，忍者受行。 岂杂欲食而闻法乎？若欲食者，且待须臾。当令汝得未曾有时。时节，维摩诘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示诸大众。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。今现在。 七国香气，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乡，最为第一。彼土无有生闻辟之佛名，唯有清净大菩萨众。佛为说法，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，经行香地，愿缘皆香。七时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。 使彼佛与诸菩萨方共所时，有诸天子皆号相言：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。此诸大众莫不目见。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：诸仁者，谁能治彼佛犯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，贤皆默然。 维摩诘言：“仁慈大众，无乃可耻。”文殊师利曰：“如佛所言，勿轻未学。”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座，居众会前，化作菩萨，向好光明，威德殊胜，必于众会而告之曰。 如王上方界分度，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，与诸菩萨方共坐食。如王道彼，如我辞曰：“维摩诘起手，世尊足下，致敬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，气力安否？愿得世尊所食之余。” 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是如来名声普闻。石化菩萨集于会前，生于上方，举众皆见其去，到众相界，离彼佛足，又闻其言。为摩诘起手，世尊足下。 至敬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，气力安否？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是如来名声普闻。彼诸大士、见化菩萨，叹未曾有。今此上人从何所来？娑婆世界唯在何许？ 云何名为乐小法者？即以问佛，佛告之曰：“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，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衍道教。彼有菩萨名为摩诘，著不可思议解脱，为诸菩萨说法，故遣化来。” 称扬我名，并赞此土，令彼菩萨增益功德。彼菩萨言：“其人何如？乃作世化，得力无畏，神足若斯。”佛言：“甚大！一切十方皆遣化往，始作佛事，饶益众生。”于是相继如来以众相波，成满香饭，与化菩萨。 使彼九百万菩萨俱发生言：“我欲意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。”佛言：“可往。涉入身香，勿令彼诸众生起惑着心；又当舍汝本行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彼耻；又汝于彼莫怀轻贱。” 而作爱想，所以者何？十方国土皆如虚空，又诸佛未欲化诸乐小法者，不计现其清净土耳。十化菩萨既受波饭，于彼九百万菩萨聚，成佛威神及维摩竭力，于彼世界忽然不现，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。 使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狮子之座，言好如前，诸菩萨皆坐其上。石化菩萨以满钵香饭欲维摩诘，饭香普熏披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，使破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，深意快然，叹未曾有。 于是，长者主月盖从八万四千人来入为摩诘舍，见其室中菩萨甚多，主狮子座高广言好，皆大欢喜，礼众菩萨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诸地神、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，闻此香气，亦皆来入为摩诘舍。 时维摩诘、欲舍利弗等诸大声闻，人者可食如来甘露未犯，大悲所熏，勿以现意食之，是不消也。有一声闻念事犯少，而此大众人人当食。化菩萨曰：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。 四海有劫，此饭无尽，使一切人食，团若虚迷，乃至一劫犹不能尽。所以者何？无尽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，所失之余终不可尽。于是播饭西保众会，犹故不似。 七诸菩萨生闻天人食此饭者，生安快乐，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。又诸毛孔皆出妙香，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。尔时为摩诘问众香菩萨：香积如来以何说法？彼菩萨曰：我土如来无文字说。 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，菩萨个个坐香树下，闻思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、得是三昧者。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。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“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？”维摩诘言：“此土众生刚强难化。” 故佛未说刚强之余以调伏之。言是地狱，是畜生，是恶鬼，是诸难处，是愚人生处。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报；是口邪行，是口邪行报；是意邪行，是意邪行报；是杀生，是杀生报；是不与取，是不与取报。 是邪言，是邪言报；是妄语，是妄语报；是两舌，是两舌报；是恶口，是恶口报；是无义语，是无义语报；是贪急，是贪急报；是嗔恼，是嗔恼报；是邪见，是邪见报；是悭令，是悭令报。 是毁戒，是毁戒报；是称慧，是称慧报；是懈怠，是懈怠报；是乱意，是乱意报；是愚痴，是愚痴报；是结界，是持戒；是犯戒；是应做，是不应做；是障碍，是不障碍；是得罪，是离罪。 是净是垢，是有漏是无漏，是邪道是正道，是有为是无为，是世间是涅槃。以难化之人心如雀喉，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，乃可调伏。譬如象马龙力不调，家诸楚毒，乃至彻骨，然后调服。 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彼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曰：未曾有也。如世尊释迦牟尼佛，因其无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。斯诸菩萨亦能劳谦，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。维摩诘言。 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，诚如所言。然其一世饶益众生，多于彼国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，诸于净土之所无有。何等为实？以布施设贫穷，以境界设毁禁。 以忍辱设嗔恚，以精进设懈怠，以禅定设乱意，以智慧设愚痴。说除难法度八难者，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，以诸善根即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为实。彼菩萨曰：“菩萨成就己法？” 于此世界行无窗游，生于净土。维摩诘言：“菩萨成就八法，于此世界行无窗游，生于净土。何等为八？饶益众生而不忘报，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所作功德尽以失之；等心众生千下无碍，于诸菩萨视之如佛。” 所谓文经，文之不疑，不与声闻而相违背，不及彼共，不高己立，而于其中调伏其心，常行己过，不送彼短，恒以一心求诸功德，是为八。 维摩诘文殊师力于大众中说是法时，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。菩萨行品第十一。是时佛说法于安罗树园，其地忽然广博言饰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阿难白佛言。 世尊，以何因缘有此瑞应？世处忽然广博言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佛告阿难：是为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，发意欲来，故先为此瑞应。于是维摩诘欲文殊师利可共见佛，与诸菩萨礼事供养。 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，行矣！今正事实。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，并狮子座置于右掌，往诣佛所。道以着地，其手佛足，右绕其匝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。其诸菩萨即皆必坐，其手佛足亦绕其匝，于一面立。” 诸大弟子、释梵、四天王等，一皆必坐其手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矣，各令副座，即结受教。众座已定，佛欲设立弗，汝见菩萨大事自在神力之所为乎？巍然已见。与汝意云何？世尊。 我赌其为不可思议，非意所图，非度所测。尔时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所闻香自昔未有，是为何香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是彼菩萨毛孔之香。”于是舍利弗欲阿难言：“我等毛孔亦出是香。”阿难言：“此所从来？” 曰：是长者为摩诘，从众相国取佛于饭，于摄食者一切毛孔皆相若此。阿难问为摩诘：是香气住当酒如？为摩诘言：至此饭消。曰：此饭酒如当消。曰：此饭势力至于七日，然后乃消。 又阿难，若生闻人未入正位使此犯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后乃消；已入正位使此犯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后乃消；若未发大诚意使此犯者，至发意乃消；已发意使此犯者，得无生忍，然后乃消。 以得无生人食此饭者，至一生补处，然后乃消。譬如有药名曰上味，其有福者，身诸毒灭，然后乃消。此饭如是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毒，然后乃消。阿难白佛言：“未曾有也，世尊。如此相饭，能作佛事？” 佛言：“如是如是，阿难。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，有以饭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。” 由以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而做佛事，由以佛身而做佛事，由以虚空而做佛事，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。由以梦幻影响镜中像、水中月、热实验，如是等欲而做佛事，由以音声、语言、文字而做佛事。 或有清净佛土，寂寞无言，无说无事，无时无坐，无为而作佛事。如是，阿难，诸佛威仪尽止，诸所施为，无非佛事。阿难，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而诸众生未知疲劳，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。 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。菩萨入此门者，若见一切净好佛土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；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忧，不爱不没。但于诸佛生清净心，欢喜恭敬，未曾有也。诸佛如来功德平等。 为教化众生故，而现佛土不同。阿难，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，而虚空无若干也。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其无爱慧无若干也。阿难，诸佛色身微相、种性、界定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。 力无所谓，不共之法，大慈大悲，威仪所行及其受命，说法教化，成就众生，净佛国土，具诸佛法，悉皆同等。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，名为多陀阿且度，名为佛陀。阿难，若我广说此三句意，如以结受。 不能尽受，正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，皆如阿难多闻第一，得念总持。此诸人等以劫之寿，亦不能受。如是阿难，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，智慧辩才不可思议。阿难白佛言：我从今以往。 不敢自谓以为多闻。佛告阿难：悟起退意。所以者何？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，非为菩萨。且指阿难：其有智者，不应限度诸菩萨也。一切海渊尚可测量，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，一切功德不可量也。 阿难，汝等舍智菩萨所行，是为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。一切声闻辟支佛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。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列相，今自悔责，舍离世心，所以者何？” 诸佛方便不可思议，为度众生故，随其所应现佛国意。唯然世尊，愿赐少法，还于彼土，当念如来。佛告诸菩萨：有尽无尽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何谓为尽？为有为法。何谓无尽？为无为法。 如菩萨者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何谓不尽有为？为不离大慈，不舍大悲，身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忘，教化众生终不厌倦。于四设法常念顺行，护持正法不惜屈命，众诸善根无有疲厌，至常安住，方便回向。 求法不懈，说法无吝，勤供诸佛，故入生死而无所谓；于诸荣辱，心无忧喜，不敬未学，庆学如佛。堕烦恼者，另发正念；于远离乐，不以为贵；不着己乐，庆于彼乐。在诸禅定，如地狱想；于生死中如，如圆观想。 见来求者为善施想，舍诸所有具一切智相，见毁戒人起救护想，诸波罗蜜为父母想，道品之法为眷属想，发行善根无有其限，以诸净国严饰之事成己佛土，行无限施具足相好。 除一切恶，净身口意；生死无数劫，易而有勇。闻佛无量德，智而不倦。以智慧剑破烦恼贼，除因介入，贺负众生永始解脱。以大精进摧伏魔君，常求无念实相智慧，行少欲知足而不舍世法。 不坏威仪而能随俗，起神通慧，引导众生得念总持，所闻不忘。善别诸根断众生疑，以乐说变演说无碍。静识善道，受天人福，修四无量，开梵天道。劝请说法，随喜赞善，得佛音声，身口意善。 得佛威仪，身修善法，所行转胜，以大成教，成菩萨僧。心无放逸，不失众善，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近有为。何谓菩萨不住无为？为修学空，不以空为正；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正。 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证；关于无常而不厌善本；观世间苦而不误生死；关于无我而诲人不倦；关于寂灭而不永寂灭；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；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；关于无生而以生法贺复一切。 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，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，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，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，观诸法虚妄无劳无人无主无相，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，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 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，具智慧故不尽有为，大慈悲故不住无为，满本愿故不尽有为，及法要故不住无为，随受要故不尽有为，知众生病故不住无为，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，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不尽有为。 不助无为，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。汝等当学。尔时，彼诸菩萨闻说是法，皆大欢喜，以众妙花若干种色、若干种香，散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供养于佛。及此经法，并诸菩萨矣，其手佛足，叹未曾有。 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，言以忽然不现还到彼国，见阿处佛品第十二。尔时世尊问为摩诘：“如欲见如来，未以何等观如来乎？”为摩诘言：“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” 我观如来前际不来，后继不去，今则不住。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，不观受想行识，不观实如，不观实性，非四大起，同于虚空。六入无机，眼耳鼻舌身心已过，不在三界，三垢已离。 顺三脱门具足三明，于无明等不一相，不异相，不自相，不他相，非无相，非取相，不此岸，不彼岸，不中流而化众生。关于寂灭，亦不永灭。不此不彼，不以此，不以彼，不可以置之。 不可以时时，无会无名，无名无相，无强无弱，非静非会，不在方，不离方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无事无说，不施不迁，不借不犯，不忍不会不进不怠，不定不乱，不智不愚，不诚不欺，不来不去，不出不入。 一切言语道断，非福田，非不福田，非应供养，非不应供养，非取非舍，非有相，非无相，同真迹等法性，不可称，不可量，过诸称量，非大非小，非见非闻，非觉非知，离众结富，等诸智。 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，一切无得无失，无着无恼，无作无起，无生无灭，无畏无忧，无喜无厌，无已有，无当有，无今有，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。世尊，如来身唯若此，作如是观。 以思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尔时舍利弗问为摩诘：“汝于何末而来生此？维摩诘言：“汝所得法有莫生乎？”舍利弗言：“无莫生也。若诸法无莫生相，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生此？ 于意云何？譬如幻师幻作男女，宁莫生也？舍利弗言：无莫生也。如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象乎？答曰：如是。若一切法如幻象者，云何问言汝于何莫而来生此？舍利弗：莫者为虚诳法，坏败之相。 生者为虚狂法相续之相，菩萨虽末不尽善本，虽生不长诸恶。是时佛告舍利弗：“有国名妙喜，佛号无动，是为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死舍利弗言：“未曾有也，世尊。世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乐此多怒害处。” 维摩诘欲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日光初时与明合乎？答言：否也。日光初时，则无重明。维摩诘言：夫日何故行言菩提？答曰：欲以明照，为之除名。维摩诘言。 菩萨如是，虽生不净佛土，为化众生，不以愚暗而共和也。但灭众生烦恼暗耳。是时大众可仰，遇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。佛知一切众会所念，告为摩诘言：“善男子。” 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众皆遇见。于是维摩诘心念：吾当不起于座，皆妙喜国铁为山川、溪谷江河、大海泉源、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、天龙鬼神、梵天等功，并诸菩萨声闻之众，诚意聚落。 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花，能于十方作佛事者，三道宝阶从严福提至刀力天，以此宝阶诸天来下，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。严福提人一登其阶，上升刀力，见彼诸天。 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上至阿迦尼扎天，下至水际，以右手断取如陶迦轮，入此世界，游持花漫，示一切众。作是念以入于三昧，现神通力，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，置于此土，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。 并与天人俱发声言，唯然世尊，谁取我去？愿见救护。无动佛言，非我所为，是为摩诘神力所作。其余未得神通者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妙喜世界虽入此土，而不增减；于是世界亦不破碍，如本无义 尔时，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：“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，其国言饰，菩萨行净，弟子清白，皆曰：‘唯然已见。’佛言：‘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，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。’” 现此妙喜国时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皆愿生于妙喜佛土。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：“当生彼国，使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弃矣，还复本处，举众皆见。”佛告舍利弗。 汝见此妙喜世界，即无动佛否？唯然已见世尊。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，如无动佛；或神通力，如维摩诘。世尊，我等快得善利，得见世人亲近供养。七诸众生，若今现在，若佛灭后，闻此经者，亦得善利。 况复闻以信解，受持读诵解说，如法修行。若有守得是经典者，便为已得法宝之藏。若有读诵解释其意，如说修行，则为诸佛之所护念。其有供养如是人者，当之则为供养于佛。其有书持此经卷者，当知其事有如来。 若闻世经能随息者，斯人则为去一切智；若能信解此经，乃至一似俱记为他说者，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法供养品第十三。尔时，世提恒音于大众中白佛言：“世尊。” 我虽从佛及闻书师利闻白千经，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。如我解佛所说意趣，若有众生闻此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，必得释法不疑。何况如说修行，斯人则为避众恶趣，开诸善门。 常为诸佛之所护念，降伏外学，摧灭魔怨，修治菩提，安处道场，屡见如来所行之际。世尊，若有受持读诵,诵如说修行者，我当与诸眷属供养几世？所在聚落、成邑、山林、旷野，有事经处，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，共道其所。 其未信者，当令生信；其已信者，当为作护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天地如如所说，无著而喜。此经广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是故天地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，则为供养去来今佛。天地正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，譬如甘蔗主委、竹尾倒麻丛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以一劫，或减一劫。 恭敬尊重赞叹供养，奉诸所安。至诸佛灭后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，纵广一四天下，高至梵天，表刹庄严。以一切花香璎珞床翻祭月，微妙第一。若一劫若减一劫而供养之，天地于意云何？ 其人执福，宁为多否？是提恒因言甚多，世尊。彼之福德，若以百千亿劫说，不能尽。佛告天地，当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，信解受持，读诵修行，福多于彼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皆从此生。 菩提之相不可限量，以是因缘福不可量。佛告天地：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曰药王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世界名大庄严，劫名庄严。 佛寿二十小劫，其声闻僧三十六亿，那由他；菩萨僧有十二亿。天地世时有转轮圣王，名曰宝盖，七宝具足，王四天下。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服怨敌。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，施诸所安，至满五劫。 过五劫以告其千子：“汝等亦当如我，以身心供养于佛。”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如来，复满五劫，一切失安。七王一子名曰月,月盖，独坐思惟，命有供养殊过此者？以佛神力，空中有天约，善男子。 法之供养圣诸供养。即问何谓法之供养？天曰：如可往问药王如来，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。即时越盖王子行义药王如来，其手佛足却著一面白佛言：世尊，诸供养中法供养圣，云何名为法之供养？ 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法供养者，诸佛所说身经，一切世间难信难受，微妙难见，清净无染，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。菩萨法藏所设陀罗尼印印之，至不退转，成就六度，善分别意，顺菩提法，众经之上。” 入大慈悲，离众魔事，集诸邪见，顺因缘法，无我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寿命，空无相，无作无,无起，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，诸天龙神、前踏婆等所共探誉，能令众生入佛法藏，摄诸贤圣一切智慧。 说众菩萨所行之道，依于诸法实相之意，明宣无常、苦空无我寂灭之法，能救一切毁尽众生，诸魔外道及贪着者，能使部位诸佛贤圣所共称叹，悲生死苦，视涅盘乐，十方三世诸佛所说。 若闻如是等经，信解受持，读诵以方便力，为诸众生分别解说，显示分明，守护法故，是名法之供养。又于诸法如说修行，随顺十二因缘，离诸邪见，得无生忍，决定无我，无有众生，而于因缘果报，无为无正。 离诸我所，依于义不依语，依于智不依识，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，依于法不依人。随顺法相，无所入，无所归。无名毕竟灭故，诸行亦毕竟灭；乃至生毕竟灭故，老死亦毕竟灭。 作如是观，十二因缘无有尽相，不复起相，是名最上法之供养。佛告天地，王子越盖：“从药王佛闻如是法，得柔顺忍，集结宝衣，延伸之具，以供养佛。”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灭后，我当行法供养，守护正法。” 愿以威神加哀建立，令我得降伏魔怨，修菩萨行。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：“汝于末后守护法城，天地使王子越盖见法清净，闻佛受记，以信出家，修习善法，精进不久，得悟神通，具菩萨道，得陀罗尼。” 无断变才，于佛灭后，以其所得神通总持变才之力，满十小劫，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。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，集于此身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。 十四那由他人身发声闻辟之佛心，无量众生得生天上。天地十王宝盖，其一人乎？今现得佛号宝焰如来，其王千子及贤杰中千佛是也。从迦罗鸠孙陀为始得佛，最后如来号曰楼智。 月盖比丘，则我身是。如是，天地当知此药以法供养，于诸供养为上为最，第一无比。是故，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。竹雷品第十四。于是，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弥勒。” 我今已示无量亿阿僧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付主于汝。如是被经，于佛灭后末世之中，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，于阎浮提勿令断绝。所以者何？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及天龙鬼神、前踏婆、罗刹等。 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。若是不闻如是等经，则失善利。如此辈人闻是等经，必多信乐，法希有心，当以顶受，随诸众生所应得利，而未广说。弥勒当知，菩萨有二相，何谓为二？ 一者好于杂具文事之事，二者不畏深意，如实能入。若好杂具文事事者，当知是为心学菩萨。若于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，无有恐畏，能入其中，闻以心境受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是为久修道行。弥勒。 复有二法，名新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，何等为二？一者所谓闻深经，闻之经不生疑，不能随顺毁谤不信，而作是言：我初不闻从何所来。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，不肯亲近供养恭敬，或使语中说其过恶。 由此二法，当知是心学菩萨为自毁伤，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。弥勒复有二法，菩萨虽信解身法，犹自毁伤，而不能得无生法忍。何等为二？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；二者虽信解身法，而取向分别，是为二法。 弥勒菩萨闻说是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。如佛所说，我当远离如斯之恶，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成者，当令守得如是等经，与其念力，使受持读诵，为他广说。” 世尊，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，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弥勒！如汝所说，佛助而喜。于是，一切菩萨合掌白佛：我等意于如来灭后，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 复当开导诸说法者，令得世经。尔时四天王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在在处处，诚意聚落、山林旷野，有世经卷、读诵解说者，我当率诸官属，为听法故，往诣其所，拥护其人，面百由旬，令无四求，得其辩者。”是时佛告阿难。 受持是经，广宣流布。阿难言：“唯，我以受持要者，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”佛言：“阿难，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，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如是受持。”佛说：“是经已，长者维摩诘、文殊师利、舍利弗、阿难等。” 即诸天人、阿修罗、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